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 KUFO Star。现在时间是7月27日的下午4点，3点多了。好，星期四已经更新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准时开，我就刚在发布影片嘛。那今天就把我们今天更新内容大概看过吧，应该很多啦。我们就先领一下这个。4张跟7张这个召唤券、格斗家跟战斗卡，待会来白嫖一下，可能凑不到吧。好，这边有签到，这边有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是召唤券哦，好吧，召唤券，10元抽，然后这边还有我那前昨天看公告的时候，我没仔细看，我不知道这个召唤券是什么东西。卖不错，特殊的有红宝石啊。现在1、2、3都各1000嘛，然后他有说会到5吧。现在只有先出1、2、3，这个应该都是给那个，这不是5周年嘛。然后红宝石今天领完了，所以说你会有一个4000的，看你平时有没有用。这样应该有机会白嫖到1、2只吧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乔杉嘉年华活动规则，看起来要开箱子，要开箱子，然后会有点数，然后这个是属性卡，攻击力、冷却，然后 ES 格斗加，基本伤害。普通命中之后会有一个基本伤害增加 80%， 这个基本是基本普攻啦，普攻的意思吧。这个游戏的基本技啊，基本啊就是普攻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是硬币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不懂的。选择卷，攻击力。然后格斗家 ES 格斗家灼伤、冻伤、中毒、出血、电击、暗黑神圣，7种。我们现在这个游戏有7种负面，就是基本负面。当然你还有一些什么电击啊，其他的一些更强化效果。OK， 然后这个是星星月亮。觉醒时随机箱，随机的 ，OK， 把之前的一些星星月亮都丢出来了啦。不过我是随机的，随机就是看运气。好，这边有一个 EXGE， 属性 EXGE 就随机的。好，这个嘉年华，收集闪电之力，主要是看奖励吧。哇，500。然后信物，然后这边也有，信物500，5周年幸运任务，这个就每天要做，拿这个幸运硬币，这个有活动嘛，然后还有每日都要做，工会哦，我们工会。最近好像有一些人弃坑了，有些人跟我请假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游戏 ID 是什么，所以我就没有踢。刚好那个我们群组有人在问工会有没有位置嘛，有位置啊，就是要整理啊，要花时间收。今天应该没空吧？我今天没空，那今天待会要发影片啊，要整理，有空再来收一下吧，收一下人，整理一下。我们继续看咯。幸运机会就是消耗这个币嘛。然后重置一下。然后拿这个硬币。这个硬币应该是要去那个商城换东西啊。然后制作活动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。时间有限。拼图。
哦，拼图又来，拼图好像有两张，是不是还是一张啊？奇用，可能一张吧。好 ，EX 这个图鉴活动。好，我们继续看 Rush。先看有哪些 bonus 啊？我没有啊，这个有，好，我只有三只而已、啊。然后交易所，看一下这个卡片怎么样？新的一个标签啊，释放了自然意志，暗黑跟电击。好，暗黑跟电击。那克里斯应该是暗黑吧？克里斯应该有暗黑，然后雪鲁米应该有电击。好，一样是记忆罗姆啊。我这次可能没办法打吧，因为我没有角色，神盾我没有角色。好，继续看，这是三十层塔，然后迷你游戏。召唤我们待会看，我们待会看召唤，卡池的部分的、啊，然后交易所，这个了。我们刚刚很多活动都有拿到这个币嘛，这个硬币，调律者爱因硬币，它就是要来换这些东西的、啊。这个我不知道是干嘛的，红色记忆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是干嘛的。然后这边的卡片。Yes, 格洛加，这个刚看过了。刚那个，我们在那个嘉年华的时候有看到，是不是？还是在哪边有看到？这有看到这张这个套卡了，这个属性卡刚才看，主题有彩虹水晶。好，然后这是 Rush， 这是就送两套吧。套卡送两套，属性卡送一张，然后这边是送两套了，这个同样的送了，这个比较没用。好，然后神盾的话是机甲钢力值嘛，你开启游戏的时候进来，它会先跳到这个画面让你看一下。反正你会发现我都没有了。哦，没有，未持有。那我玩什么？不用玩的、啊，就是有伤害的角色我都没有。辅助90等，一星90等，所以我这次不用玩，没有压力、啊，毫无压力，也不会生气啊，就没有抽啊。红宝石我目前是7万啦、啊，7万就是看情况吧，如果有白嫖到。我不知道要一两只，我可能会抽来玩一下，就可能就抽起来200抽之类的，200抽 OK 啦，因为下一轮可能是合作啦，只是不知道现在合作是谁。好，来看一下卡值，几率还是老样子啦，0.6 会抽歪啊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舞台意志是怎样哦，一样是暴击率、战斗力、攻击型就加战斗力耶，然后回五格气哦。你看，跟我上一期说的一样，上一期吧，我推测应该是攻击型的啦，因为我们这次这两只都是攻击嘛，雪鲁咪跟那个克里斯的攻击，因为依照现在那个套卡都是防御、攻击平衡，再换。攻击 ES 格洛加，然后这边是技能命中暗黑或电击就可以加攻击，这个别的格洛加也可以用，你只要有负面有暗黑跟电击就可以了，用打手啊来搭配一下也是可以。我们要比较吗？先不用比较吧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天之选择，攻击冷却，攻击力加 30%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特殊卡啦，伤害量增加，然后攻击力增加，
好，来看一下格斗家吧。格斗家应该是重点吧，因为外形可能没那么吸引人，就是模组差不多嘛。这两只的模组，大蛇的形象就这样，长这样嘛。攻击型攻击力加60%哦，超集中，那他应该是输出角了。哦，超集中，集中是某个技能可以连续放，技能冷却减100%，超集中就不一定。超集中有的这个是13可以连放，但是集中是4秒，然后这是95%哦。之前那个超集中有到95%吗？冷却好像没有吧。比如说那个铁拳的那个谁，风间冷，我记得好像哦有95%，那就是啦，95%超集中好像都是这个效果。还有谁？还有谁有啊？反正有几只有嘛。Ivy 吧 ，Ivy 好像也是超集中，剑吻的 Ivy。Painful。不过我都是技能二连按而已啊，技能二连按就比较强吧，好像是技能一还是技能二？技能二吧，他的技能二连按。好，超集中，输出角，输出角。哎呀，太多分类，每次找分类找半天。那战力、辅助，所以攻击、辅助他都有。那来看一下技能一，现在都是10秒冷却了，不用看了。技能一、二、三，掌风、打击、打击。技能一是极限护甲，然后有个电击伤害。然后会重置暗黑雷光拳，暗黑雷光拳应该是他的技能三，是不是？技能三会被重置的，这个都100%重置吧，使用就重置的。雷神之杖最多可再使用两次技能，使用十秒内最多使用两次。无月之雷云，这有点像那个伤血那个。上一期那个谁啊，那个香橙跟那个杰尼也是这样，所以你这个技能一不能先用，你要先用二，技能一才可以用三下这样，因为他说可以用两次嘛，包括他自己一次，所以说你用二的时候，你一就可以按三下，跟杰尼一样。那香橙是之年一年按可以按四下，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一样有那个加自己攻击力，扣低点防御，所以他可以当辅助的，这种扣防御也都很厉害。然后受到伤害增加 100%。好，这个也是猛猛的啊，猛猛的辅助角，辅助 buff debuff。暗黑雷光拳可以反击啊，主动技伤害增加200%，最大600%。因为那个可以重置，技能也可以重置。哦，你看它可以重置，而且重点是它没有冷却。也就是说，我二按下去之后，我一可以按三下嘛。我二三一，然后三又重置了，然后再一三又重置了，我再一三又重置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会不会讲想的太美好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，但是好像是这样。好像是这样，所以你看它可以叠600%，至少可以出三次了。然后电击状态，哦呦喂，受到攻击力物理伤害900%，又是 PVP 解除那个免死啊。伤起那个香橙的那个杰尼是解除一些护盾啊、暴击盾啊、极限护甲吧，然后这只是解除免死。好，欸，我们看快一点啊，时间有限，稍微看过，我不要仔细讲了，我下一集再来抽啦，我可以用我的那个 Q 号先抽来玩一下，哦，因为我有两个号嘛，主号跟小号，也没有分什么主号跟小号，只是有氧跟没氧啊，
哇，这边好复杂啊！哦，这边好复杂，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。这个解释起来要好一阵子，因为要自己先理解，然后讲给大家听。我们来看一下克里斯吧。言之宿命，克里斯，紫属性攻击力加65%。对啊，我为什么刚刚那个只有60%？我刚就有点疑惑、啊，为什么他只有60%？因为现在抢了，我都65%了嘛。好，他的脸比较女性一点呢、欸，就是跟之前的克里斯比，之前克里斯比较像正太，然后这次给我感觉，我看他的脸有点像女性化，比较偏女性化，就是这边更尖吧，更白、啊。我没有骗各位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克里斯之前是97的嘛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没有？不一样吧？这个比较像那种有狂野性的那种正太。那我不知道那个15年是不是画成这样，因为毕竟这个是15年的、啊，可能那个 KOF15 的克里斯就长这样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这是要忠于原作嘛，不能自己在那边乱改、啊、乱创。官方可能也不同意。好，集中，他是集中。现在我觉得出过格斗家都可辅助可输出。这个这样告诉什么？告诉大家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无氪玩家，90等抽起来不亏。90等一星抽起来不亏。那你是氪长，你抽到五星你也不亏，因为你不会想要抽一只辅助角。就是符合了那个兼顾无氪玩家。白嫖型玩家跟那个客长型玩家，就是有辅助，然后有输出，这样又有点通用。像这个是集看穿嘛，这是集中，两只都一样。因为桑琴那个香橙跟那个杰尼，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。我们抽到90等也很好用啊，抽了都不亏。不像以前辅助角都抽来，你不可能把它练到五星也没什么用。辅助角的时候一星就够用了。好，这个无尽之眼哦，解除反伤啊，终于出来啦！一堆无耻的人，每天都反伤我们，对不对？讲到你不好意思啊，反正我不用，我光明磊落，不用反伤卡去坑人家。每次被坑了就靠，又来了。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影片啊，我在看 YouTube 啊，我就边玩边看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就死掉啊，我怎么死掉啊？我被反伤打死了，因为我技能随便按啊，没那么专注啊。好啊，这个稍微看一下，我就不解释啊，我就不解释，时间有限嘛，不想录太久啊。哦，又有一堆复杂的东西，一堆印记，现在都流行印记。这个你要实际玩，实际操作比较能理解。OK， 那就祝大家好运啦、啊！我们先来白嫖一下咯，有17抽吧？17抽吗？7抽跟4抽，刚刚那个4连抽是在哪边啊？刚刚那个是刚刚信箱收的那个，我在这里，抱歉没收起来。我想说怎么没看到？17抽跟4抽啊，祝大家好运啊，也祝我好运。来吧！等等。没有，这很正常啊。好，十连抽。有没有？很好，非常好。克里斯吧？是吗？还是雪鲁米？OK， 雪鲁米
抽到一只雪鲁咪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七抽。很好，非常好，祝大家好运，真的 KO 到了。我上次那个香橙跟那个杰尼也是白嫖来的，你还有四千红宝石可以再冲一下。哦，这个先不抽了，哦，我就先不抽了。好，我们来换一下吧，我们换上这个正版的啦。哦，这只九七是盗版的，音乐一样。音乐一样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启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